耶！我哋终于上到德国嘅最高点，你睇下，一片都系雪山嘅风景啦。咁啊，望到啲山嘅峡谷啊，咁啊，直头好似睇紧一张咧超高清嘅 postcard， 又或者系海报一样咁靓啊！咁大家见到对面嗰个十字架咧，就系标志住话俾你听咧，咁呢度已经系全德国最高嘅地方，真系靓到咧冇得顶啊！哇，好开心啊！上到嚟，咁头先咧，我哋就喺个最高点啦。咁依家落到嚟另一个平台咧，咁就可以睇到呢个细细地嘅教堂啦。咁就系成个德国最高嘅一个教堂。咁当然啦，因为呢度系最高嘅雪山啊嘛。我哋一齐行上去睇下。哇！